好啦，嗱，依一度為止咧，我哋又已經處理咗一批，嗱，我就要答一答嘅。中資代組呢個一間，我亦都請秘書處咧，就再簡單啲同大家做一個冇緊要，冇緊要啊！我邊位咧都係盡量解答到俾大家。嗱，我已經講剛才有咁多位提出嘅咧，我一次過，咁我唔希望翻嚟覆去啦。嗱，而家我就決定咗咧，而家就簡單解答咗幾個以上嘅集中啲嘅問題。希望唔好隨便發言，唔好隨便發言。剛才全部我已經問過曬，然後咧就作咗一次安排嘅。我希望唔好同我再進行一個討論。我而家話先解決咗依一部分。稍後啲唔得。嗱，我而家先解決咗頭先讀咗名嘅時候，我都亦都問曬。嗱，而家我咧就唔希望逐個再出現一啲咁樣類似嘅情況。我咧而家就簡單啲答一答剛才有幾個主要嘅叫做規程嘅問題咧，我盡量都先作解答，然後有部分咧請秘書長秘書再答。係。嗱，而家我咧希望講完咗剛才我講嗰一批之後咧，我先再如果有個別仲要補充，要再頭先之外，即係作為議會咧，希望大家都互相尊重。好，嗱，如果而家仲有邊位，唔該你舉曬手啦。嗱，唔好再分開一次一次。如果再一次一次咧，我諗我哋冇辦法處理。係黃國興議員，主席。靜一靜。嗱，請肅靜。嗱，我先。點解你叫佢個名先啊？叫佢名唔係叫佢一定講嘢。嗱，稍為等等。我再講一次，如果有需要發言，請舉手。請舉手。可以按掣，不如果之前嗰啲我哋安排緊嘅。好，而家按一次掣啦嚇。而家按一次掣，而家我哋安排一次。而家開緊俾大家。主席，不如我講一講先。嗱，喺按咗掣之後，嗱，我哋攞啊。未撳到，而家我哋處理緊，喺秘書處處理緊。而家我要呢段時間俾秘書答覆一個你哋剛才特別重複好多位重複嘅問題。嗱，先俾秘書答覆。喂，主席，請肅靜。係，首先我回答翻委員嘅提問先啦，就特別係就住嗰個根據39條。咁頭先咧，馮檢基議員的確咧，佢係提供咗一封信件咧，佢係根據第39條咧，佢係動議係終止咗個 PWSC 2013/14/38號文件嘅。咁係馮議員咧係特別係指明呢一份文件嘅。咁根據個程序咧，亦都係參考咗議事規則第32(2)2條咧，其實同一個議題委員會已經係表達咗意見啦。咁係同一個議題係唔會再處理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陳偉業議員其實喺先前就住呢一個項目咧，其實都係提出過一個同樣嘅根據39段，亦都係做咗。咁當時嘅意見亦都係係唔可以再提出。咁陳偉業咧議員咧亦都係知悉嘅。咁但係同一個程序39段咧，
冇錯，即係請委員去睇翻清楚少少嗰度入邊有提述過咧。在委員就住嗰個項目發言的時候咧，其實佢除了係終止嗰個項目嘅文件嗰個討論咧，佢其實係可以即係提出一項嗰個休會嗰個議案嘅。咁我相信其實委員可能好多頭先所講咧，其實佢係想係終止咗個會議。咁變咗其實正式嚟講咧，如果委員係一個意見，佢真係想做呢樣嘢咧，其實應該根據39提出呢一個休會嘅議案。咁頭先議員都講啦，上個禮拜係正正係議程同今個禮拜係完全一樣嘅。咁但係頭先委員都提出咗一啲情景話啊，係個好似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有啲唔同嘅喎。咁最尾主席佢係點樣去處理呢一個議案，係咪提交俾委員會去辯論咧？咁呢一個可以留翻主席一間作最後嘅裁決。咁另外頭先委員亦都提到好多係大樓保安啊，或者係各式各樣嘅嘢咧。我相信呢一部分咧，其實同財會今天討論嘅議程咧，其實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咁亦都係行管會已經作出咗安排。我相信比較適宜嘅做法咧，其實係唔係喺呢個會議上邊討論啊？咁點啊？開緊會㗎嘛？請請肅靜，請肅靜。如果唔係咧，我就會視你為行為極不檢點。咁另外一樣嘢咧，頭先亦都有委員提到政府官員啦。咁亦都你委員亦都可以睇一睇在席咧，除咗政府官員咧，亦都有旁聽嘅人士咧，佢係列席呢個會議。咁官員出席嘅會議咧，除咗喺議程上邊已經開列咗即係出席嘅官員咧，咁呢個當然佢哋係核准人士進入個會議廳嘅範圍係出席今天嘅會議啦。多謝主席。好。基本上咧就已經答咗啲主要嘅問題，亦都係將39而家情況咧已經羅列得好清楚。咁我希望咧大家就唔會再喺嗰方面嚟作任何嘅要求同埋討論。咁咧嗱，請大家注意啊！我咧就作出一個咁嘅決定，因為聽咗好多大家嘅對不同嘅表達咧，都係比較集中嘅幾方面咧，就係、是。呢、这個終止待續有關嘅，同埋今日嘅請嚟嘅有關官員嘅問題，以及呢度嘅處理嘅安全啊等等，咁呢啲咧，我相信咧基本上係得到一個作為主席咧係應該可以繼續呢個有關會議嘅。咁咧而家我就剛才亦都睇留意到有好多總共有總共一批咧。已經表示咗佢哋有需要對呢個議事規則咧作一個規程性質嘅一啲發言。嗱，呢啲我全部都記錄咗落嚟。但係為著嗱，我希望咧作為主席咧係有呢個安排程序嘅權利。咁我咧喺了解咗大多數之前大家關注嘅規程之後咧，我而家咧就先處理大家之前亦都係比較重視嘅37A 呢個有關嘅規程。咁所以咧，我係延續至上一次嘅會議咧，我係宣布咧有上次有個決定，咁所以委員係對嗰個上次嘅37A 嘅決定咧有所關注，所以咧我就係裁決咗係作為每位委員有3分鐘嘅逐一發言，所以咧我係應該處理埋因為剛才我已經聽咗相當一部分啦，我唔係冇處理到所以我咧。而家我係希望同大家商量嘅，亦都希望大家能夠俾一啲耐性處理一部分，然後再接續第二批有關嘅規程咧，我再都會同大家處理。嗱，依一個咧係我希望如果係咧，如果係有規程咧，係邊類嘅規程咧，要清楚啦，因為唔係嘅話咧。我哋咁樣處理落去咧，一定係沒完沒了，亦都唔希望大家俾到公眾嘅睇法咧。我哋係借用規程問題咧，去做出一啲不斷拖延時間嘅做法。嗱，我嘅裁決咧就係話，如果係屬於邊類嘅規程，我哋應該集中處理，咁樣先至係對呢個議會有幫助。而家咧我。39咧，剛才已經由秘書通知咗。第二批嘅討論咧，我即將會喺處理。